不是，我看着是自由发言啊。再来一遍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953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不老频道，我是本档节目主播和您。喜欢主播宝宝们记得点下主播的主播是红之红干。好，我们跳第一个舞，大家记得把心点一点。他每次你知道吗，自动给设置了不让发言，大家点点心，点心还签到。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，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。干嘛不讲话，我希望你过得更好，我也不会放不下。别继续看着我，你确实应该听你爸，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。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，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。接点下关注哟，不但要666，大家还要点点关注，100、200的关注点下都勾一下，然后把心点一点，大家点点关注，感谢醉哥，谢谢向北，大家点点心哦，我们能不能点到1000可以，如果有2个麦是。
的车吗？一说老司机开车可稳了，真的。大家赶紧点点关注，主播是河南的，然后有河南老乡的话，比如说交界啊、山东啊、安徽啊、湖北啊什么的，大家都点点主播的关注，多看看我们的进步，对不对？支持一下。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之前叫。
含忧伤歌声来的。想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，大家点点主播的关注，然后一麦二麦的关注点一下，然后有个右键关注他。天哪，我肚子疼。今天大姨妈来的第一天，疼死我了，疼得我怀疑人生。你大不开心？本来我今天想请假来着，但是为了做一个比较敬业的主播，我这么一想，舅三还有这么一群嗷嗷待哺的兄弟们，然后我就过来了。还以为